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草莓牛。这次日版更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跨年活动。那这个活动的难度其实说实在是有点难度的，相信很多新手会无法适从。那新手面临这种活动该要有什么样的准备呢？其实我会从几个面向来分析，一个是推荐打捞，再来是你要如何有效去兑换这些奖励，再来是如果你可能更精简一点，你可能可以打到比较难的关卡。面对到 D3 或甚至 SP 的关卡的时候，该如何去攻略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下面的分析吧。好，首先是推荐打捞部分。假设你是真正的纯新手，你大概只能打 AB 两图的话，该打捞什么样的角色或武器比较好呢？A1 有独角兽可以捞，还有一个天山这个丛林的鱼雷，这其实在后期会有不错的表现。那 A2 的地方呢，有 QE 伊丽莎白，有灭火器，还有这个一般战舰常用的 C0， 是推荐非常推荐打捞的。A3 有海伦娜，这个用到后期角色都非常的好用。还有这个暴雷，这是针对反潜所必须要的一个重要设备，相信未来反潜的需求性会非常的提高。再来 B1 已经到了55级，相当于5章的难度。那这边一样会有个声呐，其实也是对应在反潜的一个部分。那克爹强力角色就不用说了。在 B2 已经到了56到60，其实已经接近到5-4的难度。那这边一样有暴雷，然后也有维修工具。那维修在新手初期是非常的缺，所以能多捞几个维修是多多益善。那这边有一些稀有的角色，像是石宇还有女造神都是不错的。在 B3 其实已经是6章的难度，加上有精英怪的设计，其实 B3 已经差不多是6-2、6-3的一个难度。那它的点数是有80点。那推荐打捞的角色其实只有这个伦敦，因为伦敦可以改造，改造出来的强度其实还不错。那大奖当然是我们的能带，所以新手你可以的话，初期最好是尽量能够打到 B3， 以 B3 为目标去做周回，一方面是点数比较好，一方面是有打捞角色。那如果不行的话，那可以针对你需要的武器装备去做打捞，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好，再来我们看 CD 两毒有什么推荐的角色呢？其实 CD 两毒推荐的其实也差不多。那 C1 有独角天山嘛，那点数70-80级，大概已经7张了。那 C2 有 QE 一样，有 C10， 还有我们的鱼雷版，这个等级大概跟8张初期差不多。C3 更来到了90级，其实已经到了接近8-4或9-1的难度。不过 C3 非常好推荐，是因为它有这个贝爷炮，因为打精英怪，它出产这个金图纸的几率非常的高，里面有精英怪。那其实精英怪的难度其实也不大，因为打的都是一般的角色人形怪，不是 Saiyan 人形怪，所以他们相对的难度不是这么高，只是比较硬，可是它打我们没有那么痛。那点数方面也是110点，也是相当不错的。然后也有这个贝爷炮，还有我们这个暴雷机。所以 C3 算是一个蛮优渥的一个点。好，再来 D1 已经到9章的难度，点数虽然说有120，可是其实也比 C3 多10分而已，可是相对难度是稍微再提高一点。那可以打到的武器是金鱼雷。再来 D2 96到100已经是9章末，接近10章的等级。那这边 D2 有一个秋叶炮可以捞，这个相信后期会蛮常用到的，不过也不是说必要的啦。我觉得如果以泛用度来说，这个贝爷炮会是比较泛用的，比起这个金秋月，如果真的要打捞的话，我相信贝爷炮是比较好的。那 D3 当然的伦敦跟能带是最好的。那这个金欧根，想必如果你是能够打到 D3 的人，应该金欧根是不会缺太多才对。所以一般在打 D3 的，无外乎都是要分数比较好，比较高，然后也有几率捞能带，这一点为出发点。所以这个武器说实在应该不是你首选的。好，那 SP 已经到了110级以上，已经是11章的等级了，所以 SP 有800点，一天一场，那它也有几率会掉能带。所以 D3 基本上你要安全能够捉回的话，
至少都要105级以上，才可以安心的走回。好，那新手赚来的点数该怎么样去兑换比较有效率呢？新手其实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你的战力不够，所以你必须要借由这个活动来增强，短期内增强你的战力，不管是在武器、你的等级、你的装备上面都要有所强化。所以着重的是在于你怎么样强化你自身舰队的能力。当然角色一定要换，可是这不是绝对必要，那个你可以等到后面，所以你可以先预设好你要兑换的角色数量，基本上一只嘛，各一只，所以这个扣打是必须要先记起来的，接下来才去换你所谓的必需品。有哪些是必需品？在紫菜的范畴，你最缺的就是紫菜，紫色的强化素材，因为强化武器必须要用到这个紫色的，所以最缺的应该是泛用，泛用是首选一定要换完的。再来是主炮系列，再来就是我们的舰载机系列。其实一般来说，鱼雷跟对空炮不是这么缺，可以不用兑换，这么急迫兑换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泛用主炮舰载机是一定要兑换的。再来呢，你会缺的就是资金，你改造、你强化、你突破都要钱，甚至你建造都要钱，所以钱一定会换。但燃料也是必换的，燃料你在周回。在练船一定都是最缺燃料，所以紫菜燃料是你必换的东西。所以再来呢，你可以选的就是这些金浆，这几个金浆换下来或许可以开到一些不错的武器，我说或许。所以 这些加起来就够你可以强化不错的舰队实力，所以你可以不用去想这些猫箱啊，这些怎么刻验图纸，因为你根本还用不到，所以先不要去想，而且相当的贵。所以能够短期强化你的就是紫菜、资源还有金浆。那你说，会不会很难达到目标？其实不会。我以上所讲的所有的东西，紫菜、钱、角色、金浆加起来是24250，看起来很多，其实赚起来不会很多。假设你可以周围每日的 A B 图，因为每天会有三倍的奖励，三倍，那我们拿10天来算的话，你就会有9900。那每日任务就是包含我们的建造，然后困难跟15站，这个一天可以拿750点。那如果你从第一天开始就打的话，你会拿到10500，再加上 A B 图 clear， 就是100%通关。其实一般你要开到 B 图，一定会把 A 图都打完、打透，然后把 B 图也打透，所以 A B 两图的 clear 奖励。就是有3000，所以加起来其实就已经有23400。这中间还不包含你在可利尔地图的时候中间所拿到的一些分数，所以理论上你一定会拿超过这24000以上的一个分数。如果你按部就班，照每日、照三倍 A B 图推完，一定有这些分数，所以这些保证你一定可以去做到不错的一个强化。那如果更进阶的玩家呢，那你可能就不用换到金浆了。你可以打 SP 的话，一般来说就是换猫箱，换这个强化图纸，然后紫菜换一换，资源换一换，其实就够你用了，够你花了。然后角色能换多少是多少。那如果你真的是全都要的人的话，那全都要大概你要花66500点左右。所以全都要你自己要。加油，多打一点。好，接下来讲到难关的部分，相信很多人都会卡在D3。D3要打的是这个所谓的黑高雄，它的等级很高，105级，而且弹幕很痛。那不用担心，其实基本上还有一个解决方法，是因为你可以用手动，最好是用手动的方式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打它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个樱花魔法阵。那樱花魔法阵呢，你踩进去之后身上会有一个特殊的 buff， 那个东西就是减伤 buff， 它可以减 25% 减伤，所以你手动的目标就是当出现那个樱花 buff 的时候全部踩进去，就算全部用脸接子弹其实也不会太痛。那后面你可以配合用空母的方式起飞消弹幕，空袭消弹幕，可以减少你在前排的一个损伤，所以手动的效果其实会帮助你很多。第一个踩魔法阵，空袭消弹幕，然后基本上就是很简单的，有飞机就丢飞机，
伤害就是从飞机那边来的。那 SP 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的，而且相对的是容易的，你可以通关 D3， 那用一样的阵容再加一些角色上去的话是还蛮简单，因为打的对方是这个龙凤，所以基本上你打王队你就是配对空能力强的，比如说克爹级、美巡级的，这些美巡的对空能力基本上都很高，那飞机来其实也不会痛。再来后排一样可以放我们的这个航母、消弹母，所以真的很难的话110级以上手动站在魔法圈消弹幕对空优势的情况下，基本上很容易可以通关，所以 D3 才是真正难关， SP 说实在就是一个送分的一个条件。好，最后就是剩下一些每日活动的问题了，点进去这边会看到，首先会有小游戏，每天可以玩一场小游戏。那这小游戏应该不用我多说，看颜色按下对应的选项，那就可以玩一场了。每天玩一场之后呢，可以去幸运祈愿。那祈愿是花费5资源，那效果是24小时。正常来说，一般我们来说，我们会选用这个良缘，因为它24小时可以让我们秘书剑的好感上升加倍。那这个开运招符呢，就是出去战斗的时候会额外增伤 5%。那学业的部分是在你学技能的时候所花费时间会减少，但是这个减少的幅度没有很大，8小时大概才减十几分钟而已，其实不大。这两个都是在使用的，我们有所使用的时候才会有减免。那这个秘书键是丢在那边，就算不玩，它也会持续加倍好感上升。所以一般来说，我们都是选良缘会比较好的。最后每日抽这个抽签，抽完之后会送一个小天鹅的复刻的服装。那集满这个剑道之后，这边也可以拿到一个鬼怒的服装。我们刚刚讲就是祈愿一次之后，这个紫鹤就会变红，所以七天祈愿之后，你可以直接领取到一个 SSR 兑换券。那这边 SSR 的兑换券可以兑换到祥瑞、蒙比。然后之前还有爱荡、胡德、燕战、光辉等角色，所以只能换一只，100%一定可以拿到他们这一只。所以如果刚进来的新玩家，不要错过这个七天登录的免费金皮了。好了，以上是这一次活动概要的一个简单介绍，那希望有帮助到你。那我是草莓妞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